没良心的。一旮瘩悬崖老师啊，沈胜军和孙小凡，不行，不行，走不了你，走不了你，你不要拍啊，不要拍。咱们的数学老师沈，就是在外面开培训机构，然后说还请学生帮忙，还存在就摸女学生的胸部的这个情况，就咱们学校有接到这个投诉吗？这个公安机关已经处理了，我们学校依照公安机关的处理，现在还没有出来呢。漯河高中的有个数学老师沈，他就常年在外面开那个培训机构，咱们这边收到投诉了没有啊？哎，已经处理了呀。他还有就猥亵女大学生的那种情况，摸女大学生胸部的这个情况，有没有也没有处理吗？处理了，已经处理了，我不太清楚怎么处理的，应该是周一周二查的，具体结果这两天应该是下来了。